外一位的这个我们征询过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街头艺人的上台了。辛晓琪味道，这个是，这我记得是，这很久以前我年轻这个学生时歌手的时候就唱的歌。OK， 啊、哦，对。想念你的吻，我手指淡淡烟草味道。
谢谢，希望你们喜欢啊。这首不用多做介绍，大家都听过。心碎，当
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总会有人》啊，那这首歌写的非常这个歌词非常的深，意义呢，这个写的比较深，往往晚上时的时候呢，这个特别有感触的一首歌了啊。总会有人放弃所有，也不把你丢掉。会有人在你身边就
需要。喜欢听我的歌，就是在座的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欢迎点歌哦，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歌？欢迎歌。啊？欢迎歌。欢迎歌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。我好像没有这么久的歌。有没有这个属于这个民歌类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是这个忘了你忘了我。好，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年轻人看到我都想要点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是这样，是我这个真的很像梦一场嘛。那如果这个那距离有一点远啊，但是我还是听得到各位的声音啊，骂我的我都知道。连我主持人我都跟你来呢，我想说奇怪，上台不是要主持人 cue 我，没有这个加好时候我自己来，这个经费有限啊。国泰都可以。再回首。啊。再回首。差不多。大概那个年代，我大概刚出生而已，差不多了，我才四十出头而已了。啊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唱。我听不太懂你意思，可以近一点吗？哎，这样。刚刚我唱哪一首？他一个忘掉，我是听不太懂。好，那是不是干了？也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准备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，有相关哦。
少伤痛的谜，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过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社会的事情，连必损这样啊，哦，这个现实写实的。